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这里是全世界中华儿女倾心瞩目、衷心祝福的中国北京。200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华诞。2009年10月1日，奋进的中国邀你共享盛大节日庆典。当历史的脚步穿越昔日的故宫金殿，这一时刻的欢乐足以激荡古老的中国5000年尘封的记忆。当祝福的声响震彻10月的神州九天，这一时刻的欢腾足以激荡今日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丰饶的土地。今天我们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的盛况。今天我们将在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场与您一同见证跨入21世纪的中国奏响豪情激越的盛世华章。从1949年到2009年，一条60年的长路，一头连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头连着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活力迸射、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60年的风雨历程与丰盈收获，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10月1日这一天，用自己最真诚的方式为祖国庆贺。英雄的中国军队在这里集结，自豪的中国人民在这里欢聚。静候伟大时刻的到来，要用最嘹亮的声音唱出心中最美的赞歌。此刻的天安门广场，8万余名青少年用明黄与鲜红的花束组成了巨大的国庆字样。曾几何时，为了这个值得纪念的庆祝，多少志士人人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曾几何时，为了这个值得庆祝的纪念，多少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国旗升起的地方，为了这段可以遥望的距离，中国人执着前行了整个世纪。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国旗升起的地方，为了那面可以仰望的五星红旗，中国人世世代代继往开来，不遗余力。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共和国自强独立的今天，我们心底有份厚重的感念，汇集成无限崇敬的万语千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共和国和平发展的未来，我们心底有份坚定的信念，要永远守护这用鲜血浸染的红色江山，永远捍卫五星红旗夺目的鲜艳。振兴中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探索革命的漫漫征途中曾发出由衷的期盼。今天新时代的青年人已经把繁荣中国的大旗扛在肩上，把祖国的重托扛在肩上，把未来的希望扛在肩上。我们坚挺的脊梁足以让革命先辈欣慰安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主席在亲手翻开新中国扉页的同时，就朗声宣告了中国之于世界的担当。而今热爱和平的中国正在促使世界变得更美好，飞速发展的中国必将推动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万邦。
英雄的血肉凝成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英雄的精神聚起人民军队的赤胆忠魂，光荣传统世代相传，人民军队威名远扬。时光流转，岁月如梭，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是奔腾不息的江河，激越澎湃，浩浩荡荡。21世纪中国的钢铁雄狮整装列队，准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60门礼炮齐整地排布在天安门广场最南端，它将用穿透云霄的鸣响，为新中国烙印峥嵘的纪念，隽永和平的箴言。60声震撼的鸣响，必将激荡千年古国的万里疆土，激荡中华民族的奔腾血脉。修葺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厚重如山，巍峨毅然。60年来，它见证了共和国奋勇前行的每一步，它珍存了共和国喜悦变迁的每一天。前行有声，岁月无言，新中国60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中国人民秉持着历来的艰苦奋斗，张开了拥抱世界的臂膀，坚定了开放发展的心态，从容涉过岁月的洪流。成就有声，奉献无言，新中国60年光阴荏苒，沧桑巨变。当我们回望来时路，难忘那一张张质朴的面孔，难忘那一双双勤劳的双手，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铸造了新中国各条战线的辉煌成就。此刻的人民大会堂庄严而肃穆，一如他正静心聆听普通百姓最由衷的心声。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亲手绘制自己最向往的未来。56根民族团结柱分立在广场两侧，寓意共和国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表达对新中国60华诞的深深祝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这份情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强盛所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我们共同奋斗，携手并肩，就一定能构建出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盛世欢颜。
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将和全国10,000,000人民一起共庆新中国60华诞。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各少数民族代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海外留学生代表和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以及多年在华工作的外国嘉宾，在天安门现场观看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主持庆祝大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这一时刻轰鸣的礼炮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一时刻轰鸣的礼炮响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时刻礼炮的鸣响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跳同频，这一时刻礼炮的震撼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热血奔腾。当隆隆的炮声鸣响在和平的天空，我们可以告慰那些用生命铸就新中国的英灵。当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踏步在祥和的广场，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自尊、自信、自强的宣言高亢嘹亮。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带着鲜烈的期望走向崭新的希望，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曾留下坚实的声响。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一个甲子的纪念，新中国的每一年都拥有喜悦变化的景象。为了新中国发愤图强的目标，我们携手同心；为了新中国更加灿烂的明天，我们迈步前进。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五星红旗就是前进的方向。激情澎湃的中国人，始终走在实现远大理想的大路上。
升国旗，唱国歌。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唐峰辉，开始。是。Thank you.
秋十月，三军列阵，铁甲生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神圣时刻，人民军队接受祖国的庄严检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曾13次以阅兵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向祖国母亲汇报。这次国庆首都阅兵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集中展示，是对建军82年，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发展的庄严检阅。共和国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隆重盛典，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共和国不会忘记，1984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检阅车向受阅三军将士问好。沐浴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共和国历史翻开了改革开放新篇章。人民军队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朝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迈进。共和国不会忘记，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三军将士。人民军队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大力倡导和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回眸历史，人民解放军1927年8月1日创建，走过了82年的光辉历程。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丽凯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伟大的时代孕育英雄的军队，伟大的胜利培育英雄的气概。这支军队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不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永远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Thank you.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喜庆而又庄严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6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60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3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16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而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发扬光荣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使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再立新功。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掌握了自己命运、团结起来的人民，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历史伟业。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
参加分列式的14个徒步方队、30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由军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总部直属部队及北京市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他们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受阅部队将以强大的阵容和恢宏的气势，向祖国展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坚强决心，展示我军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的人民军队。沿着漫漫长征的英雄足迹，披着巍巍太行的烽火硝烟，踏着滚滚长江的汹涌波涛，穿过战争与和平的峥嵘岁月，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光荣使命，人民军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阔步走来。展示了中国军队的风采与共和国的荣耀。陆军学员方队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组成，我军院校建设历经82年探索发展，形成了独具一格、行之有效的新型教育格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现代化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努力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能力。特种兵方队是第一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我军特种作战力量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特种部队严格教育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成为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拳头和尖刀部队。曾参加过历次国庆首都阅兵，经过60年建设，人民海军已经发展成为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和陆战力量等组成的综合性军种，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提高战略威慑、远海机动和近海综合作战能力。
洁白的浪花，奔放的情怀，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水兵方队是最年轻的受阅方队，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满怀豪情，向新中国60华弹献上青春的祝福。中国水兵在新世纪航程上意气风发，破浪勇进。走来的海军陆战队方队由海军某陆战队组成，被誉为2栖利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在保卫海疆安全、维护海洋权益、支援岛屿作战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建设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航空兵、地面防空兵、空降兵、雷达兵、电子对抗兵的综合性军种，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不断提高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和空降作战能力。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威武走来，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汶川大地震中，人民空降兵在5000米高空的舍身一跳，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展现了新一代空降兵履行使命的无限赤诚。二炮兵学员方队阔步走来。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按照核常兼备、有效射战的战略要求，不断加强战略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战略导弹是国家配件，战略导弹部队就是倚天执剑的英雄。绚丽的篇章。武警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组成，武警部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在警卫执勤哨岗，在应急处置现场，在抢险救灾一线，武警官兵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预备役方队由北京预备役高炮师组成，预备役部队以现役军人为骨干，预备役官兵为基础组成。我国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实现了与现役部队建设紧密结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发展成为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重要后备力量。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由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是受阅方队
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参加受阅的女民兵中有国家公务员、企业职工、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他们以蓬勃的朝气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亮相，如群山列队，似江河奔腾。坦克第一方队由驻守在太行山下的某红军团编成，该团在35周年阅兵时为摩托化方队，50周年阅兵时为机械化步兵战车方队。此次阅兵换装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第3代99式坦克，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正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生动缩影。2期突击车方队迎面驶来，这是一支参加过81南昌起义的英雄部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2期战车部队。近年来，我军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复合发展，不断优化力量结构，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努力建设一支新型机械化部队。我国陆军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部队的机动力、突击力、防护力明显增强，负
杂地形条件下的陆上攻防作战能力得到整体跃升。新型轮式步战车方队由来自中原大地的某集团军步兵团组成，按照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我军不断加强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涌现出一大批精通信息化知识、掌握信息化装备的新型指挥人才，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不断提高。方队由海军某陆战旅编成，这个旅组建于1980年，是一支年轻的两栖机动作战部队。他们首批列装的05系列两栖战车，以优越的机动性能、较强的攻击火力、良好的综合防护能力，使我海军陆战队主战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空降兵战车方队由空军空降兵某军上甘岭特工八连为主体组成，我军空降兵由单一到合成，逐步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已经具备远程机动、重装空投、散降机降相结合的作战能力，成为在关键时刻、关键部位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由北京总队特战大队编成，该大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雪豹突击队。武警特战部队作为国家处突、反恐、维稳的突击力量，出色完成了处置突发事件、打击暴力犯罪、重大活动安全警卫等任务，赢得广泛赞誉。是履带自行加榴炮方队由某集团军炮兵旅组成，这支多次担负营外任务的炮兵部队，以精湛的军事技能和开放透明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我军炮兵逐步形成了炮种齐全、结构合理、射程衔接、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力量结构体系，是陆军部队的重要作战力量。机动能力、火力范围、打击精度有了突破性发展，为战神插上了数字化翅膀。组成轮式自行排榴炮方队的某集团军，前身是被誉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随着自行排榴炮的列装，我军炮兵的火力构成有了新的变化，打击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战场环境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继往开来。
100毫米轮式自行突击炮方队由某集团军炮兵团编成。该型突击炮的列装标志着地面炮兵装备体系更加完善，伴随支援能力明显提高。随着我军炮兵不断发展壮大，精确打击、综合毁伤和战场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这一传统兵种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远程火箭炮方队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这个部队的前身由参加过129运动的大学生抗日先锋队整编而成，乘着科技强军的东风，围绕信息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以指挥信息系统和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力度。我军炮兵部队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向前。反坦克导弹方队由某集团军炮兵旅组成，受阅的红箭九反坦克导弹是目前性能比较先进的反坦克武器。经过长期发展，我军已经形成单兵便携式、车载自行式、直升机机载式反坦克导弹武器系列，反装甲作战能力稳步提升。射炮兵方队来自某集团军装甲团，该型武器是防空导弹与高炮结合的地面防空武器系统，射击速度快，命中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有效抗击低空目标。随着先进预警探测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的不断发展，我军地面防空体系作战能力明显提高。红旗七 B 防空导弹方队来自某集团军防空团，我军现已陆续装备一批性能先进的野战防空导弹、新型雷达和情报指挥系统，逐步建立完善了集侦察预警、指挥控制、信息对抗、火力拦截于一体的防空作战体系，对空防护能力显著增强。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海军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岸舰导弹方队。近年来，我国海军积极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大批新型潜艇、驱护舰和飞机等主战装备相继列装。60年波澜壮阔，60年风雨征程，进入新世纪的人民海军全面提高海上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维护海洋权益和战略通道安全能力，发展成为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现代化军种。人民海军舰艇编队出访5大洲几十个国家，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为建设和谐海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遥望碧海蓝天，战舰本旗招展，忠诚的海军将士正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向天安门致敬。Thank you.
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编成，经过50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地空导弹部队基本形成了以新型导弹为骨干的作战力量体系，具备远中近相接、高中低相结合的防空作战能力，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构筑起可靠的安全屏障。导弹方队由空军某师编成，地空导弹兵是地面防空作战的主战兵种，是防空作战体系的中坚力量。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实现了武器装备由单一型号向多型号转变，作战能力由单一防空向防空反导兼备发展，国土防空水平大幅提升。迎面驶来的机动雷达方队也是首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近年来，空军把侦察预警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发展新型雷达和多平台预警装备，基本建成预警手段空地一体、空情信息融合共享的预警监视体系，时刻为祖国站岗放哨，向人民奉献忠诚。通信兵方队由总参通信总站编成，通信兵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新型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及传输、处理、服务、防护为一体，形成多维覆盖、安全可靠的信息保障体系，成为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排头兵。由总参无人机总站为主编成的无人机方队正在驶来。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我军无人机部队构成了多机型、多航程、多用途的力量体系，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方队由野战手术车、主食加车、净水车、加油站车和重型站台车编成，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加紧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朝着全面建设现代化后勤的目标迈进。炮兵装备方队以恢宏的气势、强大的阵容向国庆献礼。先头方队由被誉为常规导弹第一旅的某旅编成。第二炮兵战略地位重要，使命任务特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成为一支具有双重威慑和双重打击能力的整体作战力量。正义之剑更加锋利，和平之盾更加坚固。常规导弹队，常规导弹能够全天候、全方位对多种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常规导弹部队作为中远程打击的精兵劲旅，不断在各种复杂艰苦环境中摔打磨练，努力提高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这支迎着新军事变革挑战成长起来的势力新军，使战略导弹部队的打击样式和作战能力有了新的飞跃和突破。陆基巡航导弹航程远、精度高，能够低空飞行、隐蔽突防、连续突击，使力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手持长剑，奇峰壁立，来自第二炮兵某旅的新型中远程地地导弹方队迎面而来。近年来，第二炮兵多种新型导弹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形成了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已成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拳头部队。长鹰在手，赶赴苍龙。现在通过的是核导弹方队，战略核力量是共和国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竞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定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架飞机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81飞行表演队，蓝天骄子携雷霆之势展空中雄姿。两架空警200预警机和六架歼11战机编成。该型预警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化支援保障装备，大大提高了低空远程探测能力，增加了空中作战指挥控制手段，扩大了作战指挥范围。编程。近年来，空军侦察预警、指挥控制、打击力量和综合环境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信息化支撑环境明显改善，体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代空中加油机可同时向两架受油机加油，使空军航空兵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有了大幅提高。航空兵已发展成为拥有歼击机、轰炸机、反潜机、电子干扰机等多机种航空兵部队。歼击轰炸机可斜挂空空导弹、空舰导弹等武器，是未来战场上的长空重舰。飞机和12架歼十一飞机编成，这三型飞机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天候多用途作战飞机，是夺取制空权、空中进攻和国土防空的主战力量。与新中国同伴式的人民军，历经几代人艰苦奋斗，始终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构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蓝天长城。6年来，人民空军日夜巡航，时刻守卫着祖国领空，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呼啸蓝天、壮志凌云的空中梯队，显示着中国空军整体作战的强大威力。人民空军将不断向着新的高度奋飞，以豪迈奔放的蓝天航迹，书写于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壮丽篇章。直升机以其广泛的战场适应性、战术灵活性等优势，担负着低空侦察、兵力输送、对地攻击、空降空投等任务。
在反恐冲突、抢险救灾、航拍测绘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承载着重要使命。旌旗笔翼，气贯长虹，威武壮观的空中编队与天空浑然一体，与大地遥相呼应，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谱写了一首雄浑磅礴的空中交响曲。天安门上空的教练机梯队由空军某飞行学院15架教8飞机编成，驾驶高级教练机的全部是女飞行员。长空花木兰，云天娘子军，与男飞行员比翼齐飞，在1000米高空赞我河山。他们以娴熟的技术翱翔天空，以浪漫的激情写意蓝天，以独特的巾帼魅力接受祖国母亲的庄严检阅。这是一首动人心魄的豪迈诗。这是一首动人心魄的豪迈诗章，这是人民军队用无限忠诚铸造的无上荣光。群众游行现在开始。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正为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的盛况。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群众游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分为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美好未来7个部分。由10万名各界群众代表、60辆彩车组成的36个群众游行方阵和6个行进式文艺表演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中心区。我们将目睹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描绘出共和国流动的历史进程。
群众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国旗、国徽和国庆年号仪仗方队。随着激昂豪迈的红旗颂乐曲，1949名青年高举着巨幅国旗健步走来，鲜艳的五星红旗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神圣的国徽是祖国昌盛、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象征。国徽彩车为2009名青年簇拥而来。1949年到2009年，是伟大祖国翻天覆地、沧桑巨变的60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今天群众游行的第一部分奋斗创业主题方阵中，有100名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共和国同龄人，悬挂着红星勋章、独立勋章和胜利勋章的月奋斗彩车长达36米，是历史上最长的一辆彩车。彩车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形象浓缩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18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的老战士，满载着沧桑与荣耀，喜悦而来。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的开天辟地方阵向我们走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60年前的今天，一个伟大的声音在这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族人民奋斗创业，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艰苦创业方阵再现了新中国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时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热图景。车头是著名的解放牌汽车，1956年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流水线，结束了我国不能自行生产汽车的历史。彩车上有2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著名劳动模范，向祖国致意，向人民致意。是古代战争的产物，如今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早已褪去了纷争的痕迹，尽情表达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快乐。密集的鼓声、有力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显黄土高原男子的阳刚之美。这奔放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充分表达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邓小平同志巨幅画像的春天的故事方阵向我们走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创立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中国人民在不断实践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伟大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民族复兴大业不断前进。Thank you.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祖国大地上，中国人民焕发出无限的青春与活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以满腔的热情，在火热的年代里放飞理想，奉献青春。展现的是世纪跨越主题，簇拥着江泽民同志巨幅画像的走进新时代方阵正向我们走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时代，中国人民绘制出宏伟的蓝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了新的跨越。驶向新的世纪。Thank you.
现的是科学发展主题，簇拥着胡锦涛同志巨幅画像的继往开来方阵向我们走来。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新起点，新目标，中国人民继往开来，奋勇向前。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走来的是以辉煌城为主题的花车游行，由43000人组成了19个方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代表组成的农业发展方阵行进在队伍最前面，彩车上巨大的稻穗寓意五谷丰登。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解决了世界将近21%人口的吃饭问题，让丰衣足食的梦想在现代中国变为了现实，这是我国对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农民家庭、致富带头人、基层农村工作者组成的新农村建设方阵随之而来。彩车上，美丽的村落、整洁的农舍、现代的设施，构成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和生活图景。已成长为工业大国，并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工业成为富国强民、改善民生的强壮根基。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第二，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五年居世界首位，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支线喷气客机已经飞向蓝天。动力让能源建设方阵独具风范。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大国，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正在形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和环保志愿者组成，生态环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环保综合法规，到90年代，环境保护已上升为国策。今天的中国秉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Yeah, yeah, yeah.
阵，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以及宗教、港澳台侨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六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科教兴国成为重要战略，自主创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正朝着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坚实迈进。手持国旗走来，彩车上的航天英雄飒爽从容，英姿挺立。六十年来，中国航天从一片空白到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刻，航天英雄翟志刚向我们再现了中国首次空间出舱的永恒瞬间。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浩瀚太空的那一刻，所有中华儿女都为之热血沸腾。校旗迎风招展，激荡我们青春的记忆。首都高校师生代表组成的教育发展方阵向我们走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取得重大突破，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继续教育蓬勃发展，谱写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篇章。
天的中国更加自觉、更加生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和谐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文化战线日益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呈现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翼齐飞的繁荣景象，谱写着新时期的盛世华章。群众体育运动爱好者组成，三层结构的体育成就彩车分别代表着全民健身、传统体育和竞技体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全民健身如火如荼，传统体育走向世界，竞技体育捷报频传。彩车上有我们熟知的奥运冠军和著名运动员，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广大体育健儿顽强拼搏，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百年奥运，中华圆梦，我们成功举办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残奥会，如约实现了一个东方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有鸟巢、祥云火炬、福娃、福牛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符号，组成了北京奥运方阵。方阵汇集了奥运冠军、建设者、志愿者、工作者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实现奥运百年梦想的喜悦之情。方阵诠释着健康、生命和希望的主题。60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卫生应急体系逐步完善，重大事件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了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星，一道彩虹映衬下的彩车绘就出了一幅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区美丽图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社区，党和国家对社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为社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社会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和谐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美好家园和温馨港湾。
代表组成了众志成城方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连的血脉凝聚为强大的前进动力，无情的灾害历练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多难兴邦，每一次的挫折与磨难都会让我们更加团结，众志成城，任何灾难都无法阻挠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坚强的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坚定步伐。和留学学子代表向天安门走来，长江黄河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巍巍长城寓意中华儿女的坚韧风骨。海外赤子与祖国母亲休戚相关，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此时此刻凝聚成一句最真挚的心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友人、外国专家、留学生、驻京外资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了同一个世界方阵，他们用灿烂的笑容传达着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团结集体舞表演将开启锦绣中华主题的游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精心设计制作的34辆彩车将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大地的壮丽多姿。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血脉相连，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光辉历程中，各民族风雨同舟，和谐相处，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赞歌。奋进先导彩车领航各地彩车向我们驶来，展现出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投身祖国建设的豪情壮志。谁为了我自豪？
新奥运的魅力，浓缩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滨海新贸彩车展现了天津全力打造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的美好蓝图。激情河北彩车体现出河北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豪迈情怀。魅力山西彩车展现了三晋大地从自然资源大省向经济文化强省跨越的决心。展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经济腾飞的发展成就。振兴乐章彩车形象讲述着辽宁老工业基地昨日的辉煌、今日的振兴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达出吉林各族人民全面振兴的豪情壮志。龙腾盛世彩车展示了黑龙江为祖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上海彩车象征上海正朝着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大都市目标迈进。吉祥如意彩车彰显了江苏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高歌跨越、奔向未来的豪迈气势。踏潮而来，腾空跃起的跨海大桥，连接起浙江悠久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江淮合唱彩车展示了安徽人民改革开放奔小康、创新崛起奏华章的精神风貌。彩车展示了福建深厚的闽台渊源、显著的建设成就和持续增强的综合竞争力。崛起江西彩车展现了江西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美丽图景。青海蓝彩车描绘出山东人民努力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美好蓝图。花开盛世彩车展现出河南人民以鲜花和赞歌祝福伟大祖国的喜悦心情。五楚天彩车表达了湖北人民加快中部崛起、再创辉煌的信心与理想。锦绣潇湘彩车表达了三湘儿女从鱼米之乡迈向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气概。岭潮争先彩车展示了广东敢为天下先、勇领改革潮、科学发展先行先试、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精神风貌。壮乡欢歌彩车集中描绘了广西美丽神奇的山水画卷，以及北部湾经济区打造沿海发展新一级的激情与魄力。绿色海南彩车诠释了海南经济特区正向着国际旅游岛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三峡放歌彩车展示了重庆人民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发展目标。奋进四川彩车讴歌了四川灾后重建美好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壮举与成就。贵州彩车表达了贵州儿女在遵义会议光芒照耀下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的决心。七彩云南彩车印象出团结和谐美丽云南的发展进步。和谐西藏彩车描绘了神奇自然、发展进步的和谐西藏。三秦新运彩车展现出人文三秦、现代陕西、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盛世华章彩车展现了甘肃古丝绸之路的新活力。大美青海彩车表达了青海人民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豪情壮志。塞上江南彩车刻画了美好宁夏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新疆各族儿女团结奋斗、携手共建美好未来的精神风貌。紫荆盛放彩车凸显出香港金融中心、盛世之都、旅游之都和创意之都的形象。是莲花彩车展现了澳门的历史文化以及回归十年来的繁荣与活力。台湾彩车展现了两岸割不断的血脉渊源，以及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共同期盼。依次走过的34辆彩车，展示了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人文风情、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汇报，这是向世界的精彩亮相。好未来是今天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主题，方阵全部由青少年组成。驻足现在，展望未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汇集十几亿人口的更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绘就了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一艘航船造型的彩车，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劈波斩浪，向着共和国的美好未来奋勇前进。闪亮的五星指引着少先队员前进的道路，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少年儿童学习奋进的方向。中国少年先锋队与新中国同龄，60年来，少年先锋队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步，是一面火红的旗帜，一个温暖的集体，一支茁壮的队伍。教育引导各族少年儿童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少先队员们时刻准备着。5000多名少年儿童手持彩色气球和缤纷的花环，兴高采烈向我们走来。这是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方阵，也是人数最多的方阵。彩车上满载花朵的巨型花篮，昭示着祖国的前景，繁花似锦。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就像阳光，全社会对少年儿童的关爱如同雨露，滋养着民族的希望之花灿然绽放。
升入云，彩球飘舞，白鸽飞翔。此时此刻，腾飞的天安门广场澎湃着和谐美好的欢唱。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柬埔寨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太后莫尼列西哈努克、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云山、刘延东、李元朝、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于正声、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魏建行、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王沪宁、陆永祥、乌云秦穆和、韩启德、华建敏、陈志立、周铁龙、李建国、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蒋树生、陈昌志、严俊奇、桑国卫、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辉、杜清林、帕巴拉格列朗杰、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迪、阿布若西提、李兆桌、黄梦富、董建华、张美颖、张荣宁、钱运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郑武芳、万刚、田文一、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刘富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继云、池浩田、张万年、江春云、吴怡、曹刚川、曾培岩、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邹家华、顾贺、平木尔、达瓦买提、王佩云、周光照、曹志、李铁硬、司马懿艾买提、何鲁利、滕思威、徐家禄、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唐家璇、肖阳、韩柱斌、贾春旺、杨汝岱、任建新、宋健、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志用、王文元、王忠宇、李桂贤、张思清、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萌，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和、李继奈、廖希龙、唐万全、敬志远、吴胜利、许其亮，以及傅全友、于永波、王鹤、王瑞林、乔清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华，新当选并获任命的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在京原中部委委员，部分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四总部和驻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上将、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部分担任过有关方面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获得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知名人士、台湾地区知名人士，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雀吉节部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等。在城楼下各观礼台观礼的有中央党政军局各部门负责人，在京中管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等单位主要负责人、老同志代表，在京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国庆观礼团成员，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在京中央执委、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全国先进人物代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干部的配偶、首都各界代表、台湾地区有关人士代表、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全国优等对象代表、京外宗教界代表人士等，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常驻记者、外国知名企业驻京代表、访华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观礼。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现场直播到此结束。观众朋友，今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和焰火表演。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法语国际频道、阿拉伯语国际频道、俄语国际频道和高清综合频道等，将从19:53开始现场直播晚会盛况。在这里，我们祝伟大祖国前程似锦、繁荣富强，祝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欢乐同享、幸福安康。观众朋友们，再见。